这个也不疼。嗯。这儿呢？也不疼。也不疼。这个之前前段时间发炎过。对。有点脱皮了，我看。对。现在疼不疼呢？不疼了。都长出来了，是不是？这个脚之前这段时间也发炎过。对。现在都有点红肿，是不是？嗯。都能看得出来，你这个脚确实是厉害啊。这三可以说是三个脚趾甲都往肉里长，嗯，一共就五个指甲，三个往肉里长。这个位置偶尔也会往里长，是吧？嗯，对，两个大拇指头就往里长了，都往里长哈。太薄了，这给你抠一抠哈，要不然过段时间还会再往里长的。它都已经虽然长出来了，但是它已经变形了，这会儿。那你这个就两个月，嗯，两个月过来修一次就行。嗯，因为短时间一个月也不会疼，嗯，是不是？嗯。